好，再看到是苏力台风呢，目前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了。气象局也在晚间8点半，针对宜兰和花莲地区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。就来听听气象局预报员怎么说。 陆上警报也随着台风逐渐逼近，我们现在发布了宜兰和花莲地区的陆上警报。明天下午开始，在宜兰新北市还有东部的山区会出现大豪雨，其中宜兰和新北市会有超大豪雨出现的可能。而晚上以后，在中部北部地区会有大豪雨，同样的中部北部的山区也会有超大豪雨，另外南边的山区也可能有大豪雨发生的可能。